站回！站！我们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同胞，原住民的议题不是台东，不是屏东，不是县界，而是全国性的议题，是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的议题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重新思维。我的兄弟孙大川说，原住民是一个黄昏的民族，我们很痛心。是的，他要迈向的是黑暗的来临，可是我们更相信，当我们安静的宁静的束缚黑夜的来临，让我们死在这样的黑暗里，不如原住民现在重新唤醒。